Hello， 我是波波。两天发视频的时候，一直有小可爱问我什么时候上架新款，然后我在这儿再给你们说一下啊，开售的话是2月11号的晚上，然后也就是大年三十的8点。这款的话是一个新年的限定，数量的话也不是很多啊，100多份吧。然后每个里面的话会配有一个徐福记的巧克力，是我斥巨资给你们搞来的。这款的话开售结束之后，以后的话都不会再返场，仅此一次的新年限定，里面的话会有4个元宝，然后以及1个金币。祝新的一年你们可以红包多多，如果手速可以的话一定要冲这一款，这样就可以收到我的祝福啦。4个元宝打开的话是100克，反正看它的包装以及它的内在还有里面的史莱姆，能不能感受到我的用心。所以仅此一次的新年限定，记得抢就完了。2月11号晚上8点，不见不散。对了，昨天晚上被迫当客服的时候，然后遇见了一件非常非常奇葩的事情啊。具体什么事情的时候，我明天给你们开一个专场说一说，反正是挺搞笑的。就最近要啥东西的，送东西的，就是挺奇葩，挺特别。你们能猜到，就是说昨天他说买你送什么吗？可以评论告诉我，看你们有没有能猜到的。明天给你们讲他让我给他送什么。爱你们，拜了个拜。